美好生活从早餐开始，一碗水煮麦片，两个鸡蛋，那个一点点蛋白粉，这里面有两个小小的咸菜，葱葱，这个特别香啊。这鸡蛋应该是刚下的吧，这么脏。然后我们吃完饭，9点多，喂。打会球，刚刚已经打了差不多快接近一个小时了，40分钟是有的吧。现在我们挑战10个，我真的很菜，没打过球，10个3分，能不能进一个？如果没投中的话，自罚100个俯卧撑。其实不是投不进，他想做俯卧撑了，重点是。OK， 兄弟们，现在我们打完球回来洗个澡。今天打球有2个水友来逮我了，非常开心啊！希望我们下次还可以一起约着出来玩。等会儿我把澡洗完了，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现在租这个房子怎么样？就1200一个月，看下这个环境或者性价比怎么样。然后打篮球的话也是想减脂。因为我觉得我减脂太慢了，虽然控制饮食，但是感觉效果还是有点慢。虽然说很多人都说我最近瘦了，确实是瘦了。我每次洗澡的时候，这个背都洗不到，太难了。OK， 现在我已经洗完澡了，我现在处于这栋房子的2楼，二楼的话平常我们都是在2楼洗澡，2楼有一个卫生间可以洗澡，然后2楼是房东家自己的这个房间，用来他存放一些东西，就2楼是没得使用的，然后呢一般是住在3楼，3楼有3个卧室，这个卧室的话没有人住，这个房间还是挺大的，因为采光也不错。然后这边也是一个房间，这边一个房间，3个房间，这些房间都挺大的，哦，房间有点乱哦，等一下会收拾一下。这是个生活的阳台，晒衣服，洗衣服。OK， 现在我们去那个3楼，这不应该是3楼，这应该是4楼。4楼的话也是闲置，没有人住的，房间太多了也住不了。4楼也有个卫生间。很多小伙伴会好奇我之前在成都自己租那房子怎么样，等会儿我跟大家说一下。这个是5楼的一个阳台，平常的话我会在这上面健身，现在目前的健身的东西的话只有一对哑铃，一个瑜伽垫，一些弹力带。每天晚上我会在这上面健身1个小时，这个小时对于我来说非常的幸福。这个小时，一个小时的锻炼时间里，我不会想任何事情，沉浸着训练，非常的开心。我觉得这边的房子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我们现在去1楼看一下。对了，刚才说我在成都的房子是，我之前不是说我租成800块钱一个月的毛坯房，自己装修了一下，总共成本差不多在4万多一点点。现在我转租出去了，一个月能收到2400的那个租金。合约是4年，相当于我花了成本4万多块钱的一个东西，4年的一个收益率，你们可以帮我算一下，有没有那个数学大脑或者懂理财这一块的？我觉得这个是个理财吧，我至少不会亏，我真的不会亏，而且我不用交物业费、交水电费，我只用收租就行了。好，现在我租这个房子也没有什么物业费哦，因为它属于是一个民房。然后这边是1楼。对吧，过来还都是马桶，这是1楼。1楼的话有一个客厅，这个是客厅，这个是饭厅，这个是客厅，还有一个前门。这边是厨房。厨房还是非常的漂亮的，非常 beautiful, 非常大，比我在之前在成都那个厨房大多了。
OK， 这就是大概我现在在这边租的房子这么一个情况，1200块钱一栋，有4个卫生间可以使用。总的来说，过来差不多我算一下有多久了，1个多月，1个半月了。这1个半月来说呢，还是非常顺利。过来的话也做了好几个工程项目，首先一过来做了一个幼儿园。幼儿园做完，做了一个医院，医院做了，后面又修了一个民房，民房后面又改装了一个厕所。总共我感觉过来都差不多快做了有将近10万块钱的活了。就我现在的生活状态，我觉得非常的充实吧。基本上白天干活，晚上回来健身，每天都特别忙。然后但是呢，这个国庆节的话，马上可能会出去玩一下。开饭了，兄弟们，今天中午老妈炖了个鸭肉，还有红烧豆腐，干饭了，兄弟们。然后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再见。